各位同学，我即马要开始上课，大家请坐。各位同学，我们下开始上课，请大家就坐，谢谢。各位同学，大家好，大家平安。嗯嗯嗯、哦，咱今天哈初级班的哈、哦、上这第算第三节课了。咱、啊、今天要上个题目吼、哦，是国家家。这个国家家哈，足、哦、简单，两字尔。 要做国吼嘛真简单，四个条件就好啊，同款。要做家嘛是同款四个条件。你公司啊开了嘛是爱四个条件，即足简单四个条件俩吼、哦。咱近久啊，哦，我简单介绍者，我是新德州的王选杰哦，诶、欸，叫我杰杰就会使。 谢谢。咱国家吼、哦，才有甲人拍契约的权利哦。什物契约？毋是一般诶契约。国家吼、哦，才有缔约诶权利，也就是哦，跟人家订条约诶权利，就是甲一个人啊共款。 你著爱成年人甲人拍个契约则有效，就是讲即款原因吼。所以国家则会使签契约，国家签个契约或做条约，啊签个条约吼，你若甲美国签即个条约，全世界所有个国家拢会使讲比较美国个条约，哦我要甲美国共款个条件，即就是条约。 啊，国家吼则会使宣战哦，国家则会使战争。人民吼、哦、虽然会当反对战争，毋过吼袂当拒绝战争。相反吼、哦，人民可以赞成战争，但是不可以发动战争。哦，这是国家的权力。啊，人民啊，发动战争嘞？ 的变恐怖组织，在宾拉登有 a 宾拉登不是国家，啊，他发动战争就变恐怖组织，啊，今嘛上新那些什么伊斯兰国无？嘿，还不是国家，他发动战争就变恐怖组织，所以美国甲全世界就联合起来甲拍，这都是恐怖组织，所以啊，流氓政府吼来甲台湾吼，完了唔敢。 开始爱做兵啊，话也变恐怖组织，安、啊、怎？因为中华民国流氓政府啊，毋是国家，嗯、啊有武器征兵就变恐怖组织，所以吼、哦，即嘛袂使有征兵著是即个原因。即美国讲的吼，虾米叫做恐怖组织？恐怖组织要符合三个条件，第一个吼，不是国家。 啊！第二个条件哦，有武器；第三个条件就是征兵。即就是恐怖组织。所以咱秘书长吼，着根据即美国讲的即三个条件吼，去甲美国讲，讲叫中华民国流法政府袂使阁征兵啊，袂使阁买武器啊，着、就是根据即。安怎讲？因为鲍威尔吼来个北京的时阵啊，向全世界讲，讲中华民国佮台湾拢毋是国家。 无享有主权，所以吼，台湾毋是国家。啊，美国拢卖武器给、哦、即个流氓政府，搁伫咱台湾叫咱去做兵，所以吼，伊就是恐怖组织。啊，恐怖组织就爱甲拍，所以吼，即马就爱卖武，无爱卖武器给伊啊，啊，计袂使征兵喎，就是即个原因。根据啊，一九三三年吼十二月二六。 第二，在南美洲个蒙特维多签一个公约，啥物公约？啊，做国家权利与义务的公约，就是哈，全世界你若要做国家，一定爱合质个条件。国家哈有权利跟义务，国家的主权哈包括权利个义务，毋是干只主权了。 咱即个国家，毋通叫是讲你敢若有权利啊，就敢若你共款。咱每一个人有权利共款要尽义务。什物权利？有受教育的权利，有公平的权利。啊，要尽什么义务？要尽缴税的义务。做一个国家吼，足简单个四个条件就在这吼。 你个厝、你个公司、你个企业，甚至啊，你一个人，拢共款要合即四个条件。第一个条件，你是毋是一个人？你即个国家吼、哦，一定爱有人。啊，人要为着确定。你个员工，你爱知影几个人呢？领导一定爱知影领导几个人呢？ 无领导，若毋知影几个人吼、哦，你着去用笑。笑诶。连领导几个人，你都毋知。所有人领导小朋友你、哦，你敢问吼？领导有几个人？伊拢知影。哦，伊拢会晓算。阿公、阿嬷、爸爸妈妈、哥哥姐姐，吼、哦，拢会晓算，算看几个人，伊拢会晓。所以吼、哦，一个国家若毋知影领导几个人，迄、那个国家着不合法。哦，像即摆中国个国家讲吼，伊毋知伊有十二亿。 还、啊、是十六亿，伊读搞不清楚，安尼即个国家都不成为国家。就刚才恁公司，你几个人你毋知影，咹、啊、足奇怪！的。你做董事长的人毋知影恁公司几个人，你讲也无去问我的会计，当然你的会计会知影，哦，安尼才有法度通做国家。毋通讲吼，恁兜十几亿拢毋知影，迄、啊這个都足忝的。有个个原因啊。 恁兜几个人，你毋则会知影爱去几间学校，爱去几间幼稚园，开几间医院，足简单诶道理嘛吼。甚至讲吼，咱一个人吼，上重要的是啥？哦，即生活的所需嘛，食衣住行四大需求，基本的需求。你一个国家十二亿，是啊，我甲进十二个变当。 结果，独对十二个人分尔嘛。你若十二亿，你甲进十二亿的便当，就没有问题。你结果一个进口十七亿，所以吼就出问题啊。所以是安怎即嘛，中国吼伊学校每一间拢钱噶安尼，因为因个规划就是按算因敢若四亿个人口尔。结果因即嘛有十外亿。 所以每一个拢咧争学校，不管国小、国中、高中，争大学上严重。北京大学吼，全国啊拢咧挤北京大学，所以足歹考个。啊，第二个条件哦、喔，搁较简单，第二个条件哦、喔，一定爱确定个领土。恁兜袂当讲恁即间厝啊，即堵壁一直咧甲隔壁相争。 我的厂也到若会隔壁一直讲我厂也来遮拢伊的土地，这毋对吼。我的别墅就是我的别墅，袂当甲隔壁咧烧钱别墅。所以吼，恁公司啊，一定要有一个营业的所在。你即个人嘛，一定要有大的所在。啊，不管你是搁住咧天桥卡啦，还是讲叫住咧路路边啊。 同款是有一个大的所在，哦，就是吼公司一定要有一个营业的所在。你公司若无一个营业的所在，吼，即间公司就毋是公司啊，叫做空头啊，对毋对？啊，第三个条件吼，一定要有政府。啊，个政府要有效哦，那无效个政府都不成为国家哦。是安要有政府？政府吼，就是咧管小的人。 咧管这孝诶人啊，恁家嘛爱有一个人管孝呢。虾物人咧趁钱诶，啊，虾物人咧管孝诶，哦，才会知影。毋通恁家恁囝要找谁讨钱都毋知影。爸爸，互我一百箍，你去找恁妈妈，对迄恁妈妈咧管孝诶，哦，知哦。安尼来讲，来，我一百箍互你。恁妈妈遐无钱，安、啊、尼就我咧管孝诶。足简单诶道理吼。哦 啊！若第四点呢？要有外交个能力哦。哦，你做一个刀啊，恁导袂当无甲厝边头尾来往。你若无甲厝边头尾来往吼，安、哦、尼、啊、你要做啥？人个咧笑你咧无正常个国家，连厝边头尾都无甲你来往，迄个无正常个，对毋对？你个公司嘛共款个，恁公司若无甲别间公司来往，啊，你是要安怎趁钱？ 你一定要进会，入会，啊出会，这才会当诚做公司啊！啊，甲所有的公司拢要有资质。啊，你啊嘛得爱甲菜市诶卖猪肉诶嘛爱熟悉呢。虽然你甲伊无熟悉，你甲买鱼也买你，你甲买鱼啊伊也买你呢。伊若毋买你啊，你著无肉通食呢。所以哦，要甲交往，这就足简单，只四个条件尔无？ 毋过啊，第一条件上困难。第一条件吼，你要安怎确定你是人？人吼，爱为身份证开始。你即个国家有几个人爱发身份证，对无，身份证发落去，毋则会知影恁即个国家有几个人？公民有几个？啊，摕绿卡的有几个？ 袂当讲摕绿卡诶，嘛到我咧选举，我诶公民啊，才会使甲我选诶呢。摕绿卡是袂使选我诶总统的呢。哦，伫我美国摕绿卡是敢若有法度通住咧我美国，袂使选总统诶。啊，迄号即身份证，啊，若是会使选总统诶，或、這、者、個、ID 卡，对吧？ID 卡对吧？即公民证。 啊,對對啊，恁即啊退拢即张，对毋对？即张啊，叫做身份证。即张毋是叫做公民证哦，即张是国民哦。国民哈、哦、是无资格通选举，公民才有资格通选举。所以啊，伊骗恁来选举。安、啊、怎讲？因为恁来当一票，互我会当二十两百三十箍给我嘛。所以啊，我一直讲过啊，拜托恁来给我选举。 每一票拢当二啊三号我，所以吼，我会足拜托恁的。若认真讲啊，我若拜托你来当一票我，我会甲你出客轮车钱才对呢，对无？因为你还佫了工呢，我还佫出客轮车钱，拜托你甲我当一票，安尼才对。毋是讲拜托你来甲我当一票，结果你佫摕二啊三来啊我，这全世界都无落，道，无道理的。啊，即张身份证吼，会安怎？ 无法度证明你台湾人的原因在遮，因为吼，伫一民民国三十四年嘅时阵吼，十月二十五迄天啊，伊用即张行政命令吼，将咱所有嘅台湾人啊，拢变做中华民国嘅国籍。即张行政命令餐号做绝参一二九七号，即个网络上啊，你甲拍一下，拢照出啊。 你甲拍《节参一二九七号》行政命令吼，就弄出来了。这张行政命令吼，互咱台湾人吼，拢变做中华民国流氓政府的人。这张命令一出来了，一个出来了吼，英国政府随马上抗议。在流氓政府吼，甲咱改变国籍的时候吼，流氓迄个英国。 政府吼、哦，马上用抗议的啊！英呃英国大使吼，向人民，只奉本国外交部的命令哦。伊讲，欣然同意，全台湾人已经恢复为中华民国国籍。伊这条命令点好啊？那下，查台湾人呢、啊？台湾人民延续我国国民。 已受敌人侵略，致丧失国籍，只因国土重光，所以啊，恢复为我国国籍。哦，伊咧开即张命令的时阵吼，嘛足厉害。伊知影伊毋是国家，所以吼、啊，伊讲恢复我国国籍。我国是哪一国？伊无改一下。 哦，所以啊，你恢复哪一国你也不知道，即个我国是不是美国，还是日本，还是德国？伊无甲你讲哦，恢复国籍，所以吼，伊这是咧逃避战争法。伊讲我嘛恢复国籍，恢复为我国国籍啊，我没有说哪一国吼。根据国际法，若要 改变一个人的国籍吼，爱自愿，啊，佫爱有迄个意愿，而且爱合法哦。合什物法？同简单诶，你若要做美国人，哦，你爱自愿，啊，你还佫有迄个意愿哦。第三，你爱下规定啊。美国有啥物规定？有为美国伊规定讲吼，你若要来我美国做美国人哦，第，你爱纳二十万嘅美金。 哦，还是讲加拿大规定讲，你要六六百万的代票，哦，还、啊、要自愿、意愿、啊合法，安尼才会当改变你的国籍，袂当讲吼用迄张行政命令啊，就甲你改变，迄、那个即不合法个吼。啊，加拿人吼崇拜个文化伫遮，因个文化讲吼，国家吼足、哦、简单诶。 国家只要有土地吼，有人有主权，就会使做国家。其实伊嘅意思毋是安尼讲啊，伊是安尼讲？你知？伊讲吼，国家是诸侯嘅所在，是我王属嘅哦。吼，因为普天之下，通通是王土嘛，所以国家是诸侯嘅所在尔。啊，即、这个国吼。 因吼，足简单，就是伫个墙围啊内底啊，伫个城墙内底吼，杀人灭口，将所有的人啊，拢杀掉了后，就会当做国家。所以吼，从中国吼，自古早以来啊，若要做国家，就先杀人。一个内位啊，规个城拢来杀呾呾，换我诶人入去，安尼我个就国家，对无？只要有人嘛，有土地嘛。 啊，有主权嘛，我著变国家。所以中国永远拢咧杀人。中国吼，若要做国家，就爱杀人啊！按因的观念上卖伫遮讲啊，这普天之下吼，莫非王土。所以因一定讲天下为公，世界大同。问题出伫咧，出伫咧，领导甘要跟人讲？全世界无人领导要跟人讲的啦，对毋对？ 啊！咱这世界大同诶，吉哪人是千古路呢？自几千年前就伫做奴隶啊呢！啊，要叫人全世界拢要甲伊同，要叫人同齐甲伊做奴隶哦。所以吼、哦，无全世界无人要甲伊共款啦。即吼、哦，澳洲人讲吼，中国咄咄逼人呐、啊，非常忧心。 他们忧心什么？世界是大家的，那我可能世界是大家的。每一国、每一国个家底的土地、家底的人，那我呢，世界是大家的，变作大家的，那就是天下为公。长久以来，哈，中华人民共和国哈一直坚持台湾是祖国的一部分。中国外交部要求加拿大承认台湾的是中国的领土。 啊！加拿大哦，佮提出五点诶，简单诶理由哦，都佮驳回啊。第一点伊讲吼，台湾毋是我加拿大诶，所以台加拿大无权利通承认台湾诶主权设想。若是加拿大所有诶吼、哦、北北北极圈遐个小岛吼、哦，甲中国有争议。 我加拿大才有权利通承认伊是啥个呀？对毋对？这是对罗马法以来所有权的法律哦。所以吼、哦，国际法吼、哦，都、就是为罗马法、自然法遐演变来。所以人因拢讲国际法咯、哦。中华民国拢嘛，甲恁骗讲哪有啥物国际法？中国嘛，一直讲哪有啥物国际法？其实吼、哦。 国际法随时拢有。咳咳第二个，伊讲吼，无任何国际法理啊，会当互加拿大有权利承认，啊是讲有义务承认，伊无任何关系的台湾的主权归属。所以吼，要承认，爱哈啦，爱有义务承认，爱佫有权利通佫承认吗？ 毋是干呐，成义务承义务承认就好啊，还个权利哦。欲承认一个人哦，有权利有义务，安尼才有成立哦。所以有两个条件，所以吉娜吼、哦、要求加拿大做即种承认毫无道理。第三点伊讲吼，承认嘛无路用，就算我加拿大吼承认台湾是吉的一部分。 实际上哦，无任何法律的效果，因为加拿大伊的国民飞机、船，若欲入去台湾哦，同款要摕台湾当局的签证，摕你北京的签证根本无效。所以哦，台湾伊叫咱台湾是台湾当局哦，伊毋是讲中华民国哦、喔，嘛毋是讲流氓政府哦、喔。所以你来知影。 台湾即摆即个政府是台湾当局哦。第四点吼、哦，伊讲吼，根据条约吼，必须要履行，就是吼条约你跟人签，一定爱遵守，你袂当跟人拍条约拍完，讲即个条约无准算，条约签了，就是爱遵守啊。我加拿大也是伫在国际条约中承认台湾是怎奈一部分。 一条件必须履行的原则，加拿大吼必须要派部队把台湾拍下来，负责把台湾交学金啊，安尼唔才有法度履行契约，对不对？所以吼国际条约吼，下面有做国际条约，全世界吼所有国家国签的条约，拢可做国际条约。 所以每一国拢会使要求我要比照，比如讲美国甲日本签的条约，我若欲和美国签，我条约会使比照日本，安尼啊，即国际条约。所以美国要跟人签条约的时阵吼，因拢足巧的，美国吼，所有条件我拢共款，伊共款着，我无欲骗人，哦、喔，所有甲你签的条约。 签安怎，我著同款安怎樣就会使啊！美国人无要骗人啦、啊，因讲日本，你甲双五千的条约，我共款比照这个条件就可以了。较早清国啊，八国联军的时候嘛是共款啊。美国讲你答应好别人的条件，甲我共款就会使啊。我没有特殊的待遇，所以吼、哦，伊伊第五个条件，伊讲吼，若是。 台湾确实是属于智纳，北京政权又阁何必要求各国承认呢？譬如讲，南海、南海南岛啦，是智纳的领土，神圣不可分割的一部分。智纳根本毋免要求他国诶承认，对毋对？反之啊，台湾那是毋是智纳诶土地？智纳即使到处去要求他国承认啊，实际上嘛是无国际化的效果。 那是台湾甲台湾诶，都、欸、要找有纠纷的领土啊，爱找迄个东事国高下教好。所以吼、哦，下面有对领土神圣不可分割，这都是为自然法来的原本来。伊讲哦，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哦，不可以分割。你如果一分割啊，这个人就死亡了。 迄就是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。咱贤区啊，你的心脏袂使分割的，你的腰子袂使分割的，你的迄、那个肺脏袂使分割的，你的胃袂使分割的，你一个分割的就差不多超剩半条命。所以因家拢讲国际法，哦，国际法，拢一定爱国际法。 这迄五点啊，讲个这智纳吼，十亿人口莫变，从此以后智纳只能嘴巴亮亮，不敢再要求加拿大承认台湾是智纳的领土。啊，第三点讲吼，这有效的政府，什么是有效的政府？政府的时候，立法、行政、司法、军事机关这是一个广义的解释。啊，那是狭义的解释。 就干阿行政机关的啊政府个目标是要怎？政府是税收的主体，可以实现国家的资源跟福利的合理利用。税收啊收来要公平分配每袂当分互大汉囝两千万，结果啊分互细汉囝才两百万。 哦，安尼你即个政府都无效的哦，爱公平，你较爱大细心啊，分了大汉囝分两千万，分了查某囝拢无分，安尼吼不合法。啊，第四点吼，讲吼爱甲外国有法度交往，外交承认的多寡是国家是否独立的重要标准。 有时拥有主权跟领土啊的政治实体，也不易获得国际上的承认。真济国家是无法承认的，为甚物？因为你无跟我交往，哦，你即个国家是欲安怎跟我交往？哎，互相利益交换，我承认你，啊,你要你啊你要你，你嘛爱承认我，啊，安尼即个叫做外交。啊，你敢若讲叫人敢若跟你承认，你无爱承认人，迄就无外交啊。 所以是互相的。啊，中华人民共和国，伊定拢嘛摕钱摕利益，甲流氓政府咧比，即著是两个拢无合法。哦，即啊用钱买外交。啊，咱拢了解吼、哦，钱那人吼、哦、是不诚实的民族，对伐？这是全世界拢知影的，他们不诚实、不干净。 啊，不守时，即吼、哦，全世界拢知。所以因即个国家吼、哦、足奇怪。因即个国家吼要杀人，哇，要做国家爱先杀人，哇。因即嘛共产党较进步啊，有无？因讲即嘛要做国家吼、哦，毋免杀人啊。即马只要有一点啊红吼，就使做国家。 所以，即码国内底是毋是一个王，搁一点，足简单的话。因的文化吼，会当为汝看出来因的文化。钱的文化吼，各位只看会出，来，这叫做三十六计。啦。哦，因三十六计偌够灵呢，每一计吼，拢是咧骗。 为头一个开始，甲你骗，满天过海就是骗嘛。围魏救赵嘛是骗，哦，拢用骗的啦。所以钱那咧战争拢用骗的，唔呐战争哦、喔，所有嘅代志拢用骗的。伊面要甲你骗讲吼，咱、哦、拢变汉人啊，哇、啊，清国的时阵，拢嘛讲哦，我们通通是汉人，啊，汉人那有咧留辫子的？ 啊，汉人哪有咧绑小脚、啊，汉人哪有咧穿旗袍，旗袍是旗人咧穿哦、啊，叫旗袍。所以啊，伊嘛甲咱骗讲吼，哦，这英勇的国军啊，英烈千秋，千秋啊，拍的电影《英勇的国军》咯嘛生做安尼，毋过实际上吼、啊，国军是生做安尼啦。 啊，拍电影拢一定较水诶嘛，即算正常，即个话无可厚非啦。啊，呀嘛，甲咱骗讲啥？即咱八年抗战，哦，咱台湾参加八年抗战，结果咧是美军来甲咱轰炸诶。流氓政府、中华民国吼，是甲美国是同盟国呢。啊，咱咧抗战之，奈美国来甲咱炸，所以吼。 甲你骗讲，咱咧避防防空雷吼，是咧避比例高呢，比例高少些。哎哟，这日本甲咱轰炸嘛，毋是吼、哦？迄八年抗战毋是咱毋是甲日本拍吼、哦？哎、啊、嘛、哦，甲咱判讲吼，判讲即个红叶扫放队。其实吼、哦，红叶扫放队吼，迄是足后来啊。日日本时代诶时阵吼、哦，都有这个卡隆卡隆有无？卡隆诶。 棒球队去甲日日本比赛，所以红叶少棒队甲你骗的、哦。讲哦好，因偌刻苦的拢家己用家己写迄个的壳来咧做球棒，迄拢甲你骗的吼。去弄卡弄的时阵就咧做棒球啊，啊嘛甲你骗讲吼，刘铭传吼去台湾的铁路，刘铭传干呐去个棒球尔，结果日本人来去铁路的时阵吼。 爱规条铁路拢乌条，爱定起，伊为吉人起的吼，拢豆腐渣的工程，袂堪用的。所以起完了吼，因为铁路，日本人起的铁路是向左行的，呢？因为靠左行的啊。一改我一个朋友讲，毋信啊，讲伊的教科书明明都甲教刘铭传去的啊，是谁奈日本人去的？伊去问。 铁路局的员工啊，讲是即铁路啊，是到底是刘明传去的，还是日本人去的？迄个铁路局的员工甲讲吼，啊，足简单个、啊，你看看吼，全世界有倒一国的路是靠左边行的，就知啊。所以吼，日本靠左边行哦，无几个国家靠左边行的哦。啊，伊嘛，甲咱骗讲吼，即个横贯公路啊，横贯公路吼、啊。 讲是农民起的，哦，劳苦功高的农民起的，啊，这是日本时代，所以足够平的。这日本时代起的横贯公路有有，无流氓政府起啥知呾，起这個牌路啦，有水哦。这相片哪地哦？这个。 这两条歪啊锁吼，哇，这是日本人嘅相片啊！这两条歪啊锁还佫伫哦，啊，拍落去落水，哦。这就是钱南人。钱南人表面功夫拢做足好，这吼嘛甲咱骗。只要这中美合作，哦，这迄阵啊美元嘅时阵吼，美国因为美国是占领者嘛。 啊，咱台湾若无饭通食美国要载面粉来嘛，对吧？爱载面粉来的时候吼，流氓政府讲要求讲，你顶头要等中美合作。啊，中国是出啥？出一个装啦，剩的拢无啦。品质优良哦、喔，净重二十二公斤。哦，请问你偌伟大、偌光荣，你知不知？ 我净重二十二公斤吼，真、喔、天足足一单，即吼是那政府吼足好骗的，即吼、哦、碧潭大桥潭啦，碧潭吊桥啦、哦，碧潭吊桥吼，即摆还阁伫哦。你若去新店吼、哦、碧潭去参观的时阵，你桥头个注意看，哦，即、这个牌还阁伫。诶。我前几工也才去翕诶，伊即摆才裁一支条啊，从即、这个。 民国二十五年哦，甲早起。民国二十五年，刘王政哦，我搁伫倒，也无看影咧呢。伊有法度人起劈滩吊桥，人真正诶，吼是伫迄倒交河十二年诶起好啊。啊，交河十二年哦，若论斤讲算过来是民国二十五年哦。伊遮吼。 佫甲你提早一年完工啊！哦，看流氓政府偌厉害，佫有法度提早一年完工呢。这伫咧你若去越南佚佗吼，也佫挺好看哦。啊，这应咱教改。吼，即条歌偌好听，尤其我来唱。古老的东方有一条龙。 他的名字就叫中国。古老的东方有一群人，他们全都是龙的传人。巨龙脚底下，我成长，长成以后是龙的传人。黑眼睛黑，黑头发，黄皮肤。 永永远远是龙的传人。作天听？唔过这是咧甲恁骗古早时代，皇帝时代，你若讲你是龙的传人，足简单咧，抓去剃头啊！因为皇帝、甲皇帝囝、皇帝孙，只系叫龙子龙孙呐。你村的人讲恁龙哦，很快。 抓去砍头了，对不对？所以啊，吉纳人无可能是龙的传人啊。哦，甲你骗的，骗到这条歌足好听、啊。事实上哦，因是猪的传人。真免笑，我提证据哦，恁看哦，在河姆渡吼诶，考古遗址下挖出来吼，拢是猪的图腾哦。因为你，我甲你讲。 中国的文化就是安尼嘛，为字就会当看出来的文化嘛。即里吼、哦，做豕”啊，对毋对？代表猪嘛意思，猪嘛是用即里嘛。哦，咱拢知影即里吼、哦，若去日本食吼，拢吞啊。其实即里要做读做豕”啦、啊。啊，“豕”吼，就是猪嘛。啊，你安我解释即里，“家、哦”吼，都是亲人共同生活的地方啦、啊，对毋对？ 家嘛，连李大姐查了，在家哦，在亲人共同生活的地方啊。结个家里面吼，通通是猪啊！你会说你是龙的传人，足奇怪！这文文化很清楚嘛，是不是猪的传人？这吼，因迄阵要著是安尼，因吼，爱去外国打工去做奴隶啦，或者苦力啊。 去南洋啊，去南美做奴隶，安、啊、喏，伊甲咱分归归，讲什物拢原越出国去，拢去迄南洋趁大钱啊！安尼爱坐船安尼去哦、喔。因这叫做啥？叫做“迪”啊！因迄阵号做“迪”啊，你知毋知？将来哦、喔，毋捌叫做华人、华侨，是到罗马来则叫做华人。 华工、华侨，因较早拢在个猪啊、喔。较早吼要出国，爱坐船呢，坐船爱买船票呢，毋是讲你喊爬去船顶度你坐，麼那有遐简单？要坐船爱买船票，啊因无钱变哪买船票？甲家己卖掉，啊卖掉了吼、喔喔，安家费八箍，预付零用钱两块。 介绍人吼、哦，伊个诱惑金是三箍至四块，是啊，改滴诱惑来做隶的啦。为启程哦，到伊只大爱三箍，食爱四箍，存汇十箍，运到新加坡吼，爱个大个食个十箍，所以大概吼、哦，干阿只个费用就爱四十箍啊。福广明客吼、哦。 争相卖了自己哦、喔，免费过番取代黑奴的空缺。迄阵啊，林肯解放黑奴，喔、都是靠遮个猪啊代替。猪啊代替吼，是无迄个困难的呢，因无钱通买船票啊，所以吼、喔、爱靠人力中介公司。啊，中介公司号做猪啊馆。所以因这阵吼。 让他描写，你知道嗎？因这里船顶个在日则并肩叠膝而坐，夜则交股架足而眠。你看，一个困一个。在海上漂流两个多月哦，来到美国加州做苦力。迄阵啊有记载哦，有四代拢总在两千五百二十三个去美国哦，伫咧途中就死千六个啊，死死亡率哈、哦。 高达六十四趴，所以哦，因迄阵啊，苗乡讲什么华工啊？哇，六四哦，六四三楼一回头啊，这就是咧描写哦，再去南美，再去美国哦、啊，遐华工啊。啊，因毋是叫做华工啊，迄阵啊叫唐人啊。啊，因伫咧光绪三十二年的时候嘛、啊，就是一九零一年的时候呐、啊。 一个伫福州啊，有乖五百二六个到墨西哥去开矿，逐天要做二十二点钟哦，所以吼、哦、死亡率非常高。这个底啊吼，六死，六四三楼一回头啊，哦，这是三四六楼一回头啦。啊，这是福清一带吼、哦、流传的民谣啊，这满清个吼、哦。 所以道尽了华工的悲惨命运。所以因迄阵仔去代替乌罗的阵吼，啊呢，还阁互称称斤称鸟哦，甲你望看你的骨头好，肉厚，会堪要做奴隶。像咱的我是无爱甲你买呢，安若迄阵仔猪仔吼，一只才四百箍尔，乌人吼会当卖一千哦、喔。 底下还卖四百呢，所以吼，两个啊还够添我赚两百。所以越仔人吼，足豪杰，因一见面就问食饱未？因为因食吼上重要，他们只为了一口饭。因拢讲吼，只要有一口饭吃就好了。所以吼、哦，来阮兜做奴隶，阮兜欠足侪奴隶。 只要吃一口饭吼、哦，阮兜欠足侪落来的，所有的人拢会使来阮兜食饭哦。所以，真啊人吼咧做生意哦，嘛是足好做的。因若食饱吼，若那做生意人吼，若拄着你拢讲话阿袂哦。安怎讲？啊你，你若话食饱，免若有生理通好讲啦。都、就是阿袂食饱，则加减讲有生理通好做。所以，因生意人吼，若食饱拢话阿袂。 啊，这就是钱南人哦。我指南人咧，饲猪哇，诚厉害呢、啊，足好饲的。这个农妇吼、哦，足爱伊的猪，该伊的猪吼、哦，赤龙赤凤好，赤甲偌水的。毋、嗯、过啊，到尾啊嘛是爱刣，伊无可能变人嘛、啊。所以啊、哦，钱南人足好吃的，对毋对？因哦，有买食较脏水，无买食较清腿。 啊！若有脚诶吼，食个楼梯；无脚诶，食个倒柜。所以吼、哦，因足好骗诶。满汉全席，其实满汉全席哦，就是即个李德喜诶人发明诶。伊是相声诶演员，你知毋知？伊是伫咧香港咧讲相声诶。有一摆讲吼，报菜名，将遮所有诶菜名吼，总甲报出来。 一个保安讲，却变号做《满汉全席》啊！无，古早时代慈禧是无咧食《满汉全席》的呢，是去学即个人变出来的啦。啊，即摆拢给人骗讲哦，慈禧拢嘛食《满汉全席》，哪有可能啊？你一个人上届只要你食一盘就差不多去啊！你有法度吃前《满汉全席》啊？假骗？哎嘛，拢给人骗骗讲这哦，还拜妈祖。 结果咧，这妈、个、祖拢穿清国的衫咧，有无？穿旗袍呢？妈祖是明朝、民国的时代的神咧，爱穿清国的衫，搁坐清朝的轿，足奇怪。的。啊，伊佫甲你讲吼、哦，咱都爱拜祖妈，啊，到底是妈祖还是祖妈？ 恁若看哦清楚，爱分哦八哦清楚哦。伊遮哦写个真清楚有无？祖妈有无？每一个拢祖妈对毋对？因叫恁拜的是祖妈，恁不要搞错，恁叫是恁的拜妈祖，搞错啦！妈祖甲祖妈是完全无共个哦，阮祖妈甲阮妈祖迄是完全拢无共款哦哦，所以拢甲汝骗啊啦！ 变讲，恁那两桥脚，桥即、這个桥是慈禧太后咧坐啊，安尼两桥脚，安尼即会服装啊。因为清国人拢爱服装嘛，爱做奴隶。清国奴嘛，即是毋是？慈禧太后咧坐桥着是安尼是毋是清？清清国个啥有共款无？啊，即、這个人哦，做啥物名？即、這个做圣母啦，圣母解释起来着、就是讲即。 祖嘛？哦，恁祖嘛？我恁祖嘛？你知影？按、那、迄、個、意思，你知道嗎？所以吼、哦，伊拢甲你教，刁工甲你骗，骗到你拢细细、曲曲细啊。其实人慈禧有讲过，慈禧吼、哦、讲：清非中国，辫子不能去；辫子去，中国不亡则大清亡。保大清不保中华。 量中华之物力，结与国之欢心。这种慈禧讲的哦。雍正讲啊，朕以外国之君主，中国之事。乾隆啊，搁较讲搁较白，朕乃夷敌之君，非中国之人。出身满洲贵族的谦恭女作家德龄啊，第一页谦恭两年字内对讲吼，伊个老爸甲讲。 因毋是中国人，毋过因却是中国人诶主人。哦，即句话恁会记得，因是中国人诶主人。所以清国路叫是咧叫真诶，毋是咧叫假。诶。清国路著是安尼，有清楚无？左嘛，哦。所以恁欲拜诶时阵，爱分得清楚，毋通乌白拜。 吉那人吼、哦，因好着好熬在即个所在，因哦足够甲这牛吼、马、羊、猪、吼鸡、鸭、鹅，甲这吼拢甲驯化，安、啊、怎驯化？从蚕宝宝吼甲驯化了来织布，哦、啊、对吧？吐丝，啊这啊，水果拢甲驯化，这著是吼、哦、驯化。 全世界拢咧驯化，将蜜蜂驯化为我所用，伊个采蜜；将牛个驯化，我著牛肉通食；个马个驯化了，我有马通好骑。所以蒙古人做号骑马有无？会骑马人就会战争。美国人嘛做号骑马，有、哦、无？会骑马人就会战争。 啊，吉那人安怎？吉那人足够养蚕的，无养蚕抽丝，会当做丝啊外销互欧洲。所以啊，其实因农子农孙吼，农子农孙就是皇帝仔吼，皇帝仔读的册，甲奴隶读的册绝对无共款诶，对毋对？皇帝咧读的册，伊是读安怎？ 旁边那驯化人啊，把恁遮个汉人驯化成为奴隶。啊，那一般个奴隶读个读儒家思想，对毋对？哎，四维八德，忠孝仁爱、信义和平，这就是四维八德。啊，读到让你变《弟子规》我，无给你敲起来；读《三字经》，这就是奴隶爱读个册。 啊，下物有做“建村，啊，建村就是人家农民住的所在。王啊，其实农民啊，伊是嘛是咧甲恁骗的。哪有一个国家的国民啊，未当转去家己的国家，还、啊、佫叫做农民？所有嘅国家的国民吼、啊，那甲出国未当当去，拢叫做难民啦、啊。无人变做讲农民的，吼、哦，所以甲你骗讲农民有无？伊拢住咧。 迄个难民营，无，因拢毋是讲难民营，因讲个做农眷哦，眷村。啊，其实眷即里吼，钱南人伊嘛讲个真清楚，有家眷，有猪圈，好无？伊讲有鸡圈、鸭圈、牛圈、马圈，无啦，伊讲啊，猪有猪圈尔，啊甲家眷，啊家眷就是猪圈嘛，所以钱南人是毋是猪？ 真清楚嘛、啊！台湾有过八百八十六个建村哦，有十万几户，大概有百二万左右，左左右啊。所以哦，伫个眷村，因哦，拢会有个举行个文化节。啊，其实吉纳人那有虾米文化？猪的文化，猪的文化叫叫文化，还有在吃的文化。 钱南人做后食的？从所有的动物几乎拢食个完去啊！你捌听讲钱南有啥物动物无？有啦，只个遐困无饱的熊熊吼，黑眼圈的迄只，迄只还未食完呐、啊。啊，客家人吼、哦，有时仔听拢嘛讲，哦，因拢为中国迄、那个客家遐来。的。其实客家人吼、哦，即、這个民族吼、哦，伊的主体是畲族啊。 畲族的意思是刀耕火种，因做好种的哦客家人做好种田的哦，所以因这里畲哦，就是无我的田呐，所以是畲族的，因拢自称山哈，哈就是畲畲语里底客的意思啊，啊即个蛮族甲业族混合哟、哦，这是叫做畲族的，的闽南人吼嘛、哦、是拢业族的哦，闽南人,人。 拢同款个畲族个即客家人，客家人好无？拢同款拢越族个人，拢南越个人，佮钱呐是无共人哦，无共国哦。哇，即、這个畲有啊，沃的田就是哦、啊，即、這、畲、個、啊，所以客家人做敖种田个哦。福建、广东即客家人啊，拢是百越民族的后代哦、啊。因先去汉人武力征服。 下面有在征服，征服的几乎灭国去啊！灭国的时候在征服啊！所以，较早，因拢甲你骗汉人，好啊！啊，结果汉人过去哦，旗人灭国去啊！日本人哦，对台湾人嘛是因为啊，即个皇民化，时间上短则失败，啊，那因旗人呢上巧，泉州人哦。 阮中国两百十二当了，伊从头下来安怎？足简单嘞、啊，将所有汉人啊头毛拢个剃剃发啊，结辫子，安尼就变旗人了嘛。哎、欸，啊你若毋不留辫子，足简单嘞、啊，砍头得啊，对不对？所以所有的人拢变满洲人啊，都变千古奴啊。 就是这個原因，作干作紧的。啊，即卖社会无共啊，咱先进的国家吼，伊会甲你骗。才即摆中国人伊会甲你骗，因讲五族共和，对吧？所有的人都变中国人啊，啊，迄是无可能的代志，因为每一族有每一族讲的语言，所以将汉人吼拢甲奴化喎。 啊，这是习近平哦，在两千零十四年六月初五咧演讲诶。啊，咧演讲是咱爱搁写这满洲文，爱甲恁骗啊！骗,骗在在讲恁即卖咧讲诶话即普通话哦，其实普通话就是满洲话。爱甲你讲，中国啊，拢讲普通话。普通话就是北京话，北京话就是满洲话。即卖中国话吼、哦。 哦，做国语哦，普通话，都、就是当年哦，满清通过武力、武力哦手段强制推广的。章太炎就捌批判过讲哦，这个话哦，做金达如语，哦，满洲话都是金达如语，都、就是今啊迄个金普通咧讲的话，哇，所以哦、啊，做普通话。啊，啥物哦，做数典忘祖，哦，做中国人上奥讲即句话啦。 只那人讲、哦，你数典忘祖，数典忘祖就是这个。”口口声声讲你是汉家人，啊，数数行行拢奇人样，满口的唐人调，满嘴胡言又奇语啊，这都是数典忘祖了。所以，伊拢给你骗了无？骗到你无感觉？ 你拢变满洲人啊！你犹要结识你是汉人？一只牛吼，号做米啊，较谢去。伊是美国的一只八岁牛啊。伊认为家己是一只狗，伊毋是牛哦、喔。所以伊食饲料吼、喔，一定爱放伫个这个盆仔内底。伊只欲食，伊无爱出去食草。所以吼、喔。 自细汉哦，甲你教大汉哦，你结继你是狗哦，所以钱那人哦、啊，安尼甲你骗。你今出世？哎，就甲你讲啊，你是想猪个啦，还是想马个啦，想狗个啦，有无？你是处牛后头，领谁买羊羔，过到猪是属倒一属个。所以啊，恁拢是前世孽，知无？ 自细汉就该教恁是忠心，哦，所以吼、哦、伊在刣恁的时阵，恁袂使发疼。嗯、咱台湾人吼去互猪仔吼，教大汉吼，毋通、哦哦、变做猪呢。这民政党上爱讲，讲台湾哦，是咱台湾人的台湾，对不对？即句话哦，毋、嗯、对啦。 我若伫个台塑咧做加油工哦，我嘛会使讲哦，台塑是我们台塑人的台塑，对毋对？啊，我若是伫中油咧打工啊，我嘛会使讲我中油是我们中油人的中油，啊，有啥物意义无？无，我无半张中油的股票，安、啊、尼是咧领薪水的打工，一点钟一百块五箍，对毋？对？迄号做加油工啊，袂当讲你的啊，中油是你的。迄 <laughs> 号有啦，你做爱中油的，我知影。 美国人嘛，袂讲美国人是美国人的美国，迄毋免讲啊，对不？迄无虾物意义啊，迄干那爱尔，爱无意义呢？你毋通，叫是讲你男朋友爱你有什么意义？要娶你以后才有意义，哦，知道？爱哈是放在嘴巴上爱而已，没有结婚之前都不算什么哈，爱不代表什么。即哈，干那是哦，按王献给来看。 恁爸是台湾人，即、這个写台湾人哦，你写国他大字都袂变做台湾人啊！哦，你写美国人嘛袂变做美国人诶、啊。啊，咱台湾人哦，若甲猪仔混哦，绝对没有出息啊！就算你再写恁祖嘛是台湾人嘛无效，你嘛袂变做台湾人吼、哦。你写恁祖公嘛同款，袂变做台湾人。 爱安怎爱申请台湾人嘅身份证，就好吼。敢若伫美国咁款，你爱摕 ID 卡，ID 卡你才会让变做美国人。摕绿卡也唔是美国人哦，哦绿卡是敢若有拘留嘅权利呢。哦，啊，因老话讲吼，台湾人才会爱台湾，即句话嘛毋对吼、哦。林志玲吼、哦，逐个拢爱，哦，夏威夷嘛，所有嘅人拢爱，台湾嘛，所有嘅人拢爱。 对不对？胡锦涛嘛最爱台湾啊。温家宝嘛最爱台湾啊，习近平嘛真爱台湾啊。连奥巴马都最爱台湾，对吧？所以吼、哦，全世界拢爱，拢会使爱台湾啊。无一定讲倒一个爱了吼、啊。所以吼、哦，爱吼、哦、无什么意义啊。嘴巴上爱吼、哦、无没效啊。啊，这吉纳人吼、啊，毋是咱黑白叫的呢，吉纳吼。 是孙文迄阵就已经知影，因拢叫支那，支那人哦。伊写即张批哦，孙文迄阵啊咧革命的时阵啊，写批叫日本人，要叫伊甲援助伊的迄个革命经费，讲阁下为非常之人物，今日为非常之机会，投资我吧，投资我支那革命，哦。啊，写批去了日本人，要安怎有佮支持？其实吼、哦。 古早时代吼，佛教佛教道啊，称印度做中国，啊，称中国即个所在号做支”呐。所以你毋通够是讲中国，干那中国即、這个所在号做中国的。中国是一个号做自，还有做自我膨胀诶。全世界都以我为中心诶，还有做中国。较早印度的是往哪样？全世界他以为印度是中心，所以中心。 叫中国。其实吼、哦，瓷呢这个话吼、哦，是为这个日本来。celain 米克，都是陶瓷。陶瓷 c e l a i 米克吼，都是瓷呢。哇，瓷呢吼 c e l a i 米克。较早吼，古早时代哦，会晓烧灰啊的所在，拢在做瓷呢。伫中国吼，遐有外瓷呢、内瓷呢，还有蓝瓷呢。 佮有密支那，密支那就是即马缅甸的首府，晓在密支那。啊，佮有法属的印度支那，佮有交涉支那。啊，法属的印度支那，即就是伫个天津条约的时阵，吼，中国放弃宗主权予法国个。即就是印度之嘛，法兰西印度支那，就是包括。 辽国、越南、甲柬埔寨，这三个国家倒起来的所在，做法属印度支那。啊，那支那这个所在吼，外支那、内支那、南支那，叫做印度支那，佫较热叫做交扯支那。哦，诶，家人也要烧火诶，烧火诶所在就是做支那。啊，支那无虾米骂人嘅意思啦，因听。 吉仔人作惊人叫因尊呐，其实尊呐哪有钱在骂因的所在，就敢若吉仔人啊，定咧叫咱番共款啊，讲咱台湾番，其实吉仔人啊叫全世界所有外国人拢叫做番，对毋对？红毛番啊，上敢若红毛番嘛对毋？红番，这著是啊，这印度尊呐，硬币有啊，花属印度尊呐。 啊、这钱在济南来嘛？过来给骗的喔！因他妈在用这样讲，马上有很多钱喔！侬叫人家买这些东西到店坑了，让你马上就有很多钱，没有钱回来找我。有没有钱？有啊，有钱啊！所以你找不到他了。你卖这个，买这个，你买再贵都退不到钱。为什么？他马上一定有钱。 哎，欸、所以吼，钱啊，人最后骗就是遮。钱啊，人吼莫阁骗啊。伫大清帝国吼，伫个大清一统志内底伊就写，写呾台湾府自古荒服之地，无通中国，名叫做东番。民国个时阵啊，伫个红毛啊吼，红毛著是红毛番啊，荷兰人啊，属日本，去予郑成功占 啊，郑成功是虾物人？郑成功嘛，毋是咱人啊。台湾是日本固有诶土地哦，为遮看来就看会出来啊。这是《大清一统志》一统志内底写诶话，台湾府自古荒服之地，无通中国，属日本。这是伊册家己写诶，所以清国早都知影。伫一九六诶一六六一年。 荷兰末期的时阵，无，迄阵啊，台湾吼有免课三千两百个。郑成功吼入来台湾了，后，早三万七千个，病四六千。郑成功灭亡的时阵吼，四万两千个完全拢返去中国。所以吼，伊讲郑成功留偌济汉人来，无影吓。就算郑成功有留人来，郑成功嘛毋是汉人 遮个拢叫赶返去哦，赶返去中国。所以啊，台湾的户口顶头记的吼，不管记你是民还是番，拢是番。啊，番无虾物通好见效的，番就是比中国比较进步的门的人吼，拢叫做番。上罗马的迄毋是叫做番，所有先进的国家的人拢叫做番。郑成功的老爸吼，是郑芝龙的。 伊号做海贼，海贼中国人讲倭寇。自历史以来吼，海贼吼，哪有可能会变中国人？哦，贼啊吼，无人要承认伊是伊个人啊。海贼每一、这个拢毋是讲伊，阮阮个人啊。即个贼啊毋是阮个人吼，无人一个国家遐讲讲即个，家己承认讲即个海贼是阮个人，无可能。所以海贼是无国籍嘅。 啊，即、这个田志良哦，伊去日本哦，娶日本某，生了田成功了，伊又生一个小弟嘞，田成功的小弟嘞，伊即个太太吼、哦，这个田川氏，啊，田川氏是日本人哦，所以哦，无国籍的人娶日本人了，伊就变日本人啊，就是没有国籍的跟有国籍的人结婚哦，他国籍也、啊、会改变。 郑成功本人哦是伫喺日本出世嘛，啊嘛伫喺日本大汉诶。所以不管属人还是属地主义吼，郑成功拢是日本人。属人主义，虾米叫做属人主义？属人主义就是吼，中国人甲中国人生诶囝永远拢中国人。啊，若是属地诶主义呢，就是。 美国吼不管什物人，只要伫我的土地、伫我的船、伫我的飞机、伫我的交通故居顶头生的人，拢会使做我的美国人。安尼就是叫做属地主义。所以吼美国人甲美国人，伫中国人生的囝，袂变做中国人哦。真侪人拢伫美国生了，讲就是安尼，就变美国人啊？无可能啊！欲做中国人，要经过手续。 啊，要规划毋是像美国吼、哦，美国足简单诶。美国你只要伫我美国诶国土内底生囝吼，迄、那个囝就变美国人啊。啊，若是伫中国吼，你伫中国生国较济囝，都无可能会变中国人啊。因中国人属人主义诶中国人甲中国人生诶囝才会变中国人，安知无？所以吼、哦，电声讲吼，伫诶日本吼、哦，伫诶长崎啊、哦。 啊，搁有郑成公的纪念馆哦、喔，啊、喔，搁有庙哦。因遐搁有一个家族啊、喔，伫遐哦。哦，家族啊，即摆搁伫日本哦、喔。返来台湾的，来台湾的是敢若郑成公尔伊、喔、的名叫做田川福松。这文献会记载哈，《台湾通志》来对哈，第三册第六十页。 乾隆二十三年的时候，也就是一九五八年的时候，命令所有归附的平埔族的，都、就是咱台湾这真法结伴实施四姓政策，都、就是改汉人的名。之真法结伴就是替法，替法结辫子，安尼就变做泉州人了啊，阿四姓。 所以咱平埔啊吼，平埔番啊，咱、啊、这个平埔番哦，去互因树生了，啊，即是讲咱就是汉人啊。雍正八年诶时阵，吼迄阵啊，拢总六十几万吼立刻改用汉名，接在指南族谱内底。诶乾隆四十八年诶时阵，吼归附诶人数更较多，迄阵有九十一万人，血统煞大乱啊，因为安怎？ 伊为吉纳人吼，伊有种族的优越感，伊无爱甲番吼共祖先啦。伊讲恁即个番吼是阶级的，所以吼吉纳人无爱甲咱共祖先。所以这阵啊叫吉纳爱划田。所以这吉纳人有种族优越感啊，因拢讲因着是低嘛，神圣的猪嘛，知无？所以因为种族优越感足重的，这吼。 钱那个皇帝啊，清国的皇帝将台湾挂给日本天皇啊，很不要脸，你知道吗？伊啊，将几粒台湾啊，拢挂给日本天皇。马关条约、下关条约的时阵啊，将台湾个澎湖永久挂给日本天皇。事实上，清国的领土啊，迄、那个殖民地啊，干那即半即半边了。 啊，不过伊从几个台湾啊，拢挂乎日本天皇，迄就敢若你卖厝啊，含隔壁的园煞也卖去，有无？恁隔壁的菜园啊，虽然你咧种的啊，毋是你的园啊，啊不过你从园顺煞也卖去，这著是不要脸的。迄、那个毋是你的啊，结果你是含园煞也卖去，对无？迄个这不要脸的、啊，不是你的东西还卖呢。 啊，大清帝国是安啊，要从台湾佮澎湖营救过人。伊讲咱台湾吼、哦，男无情，女无意，鸟不语，花不香，所以吼、哦、台湾这歹所在，趁渣挂挂好了。即吼、哦、为何即资料会让看出来无？日本咧接受为清国的时阵吼、哦，即汉化的原住民吼、哦，伫咧户籍的拢是叫做番人无？有 伫一八九三年诶时阵，迄阵还阁是全国咧管喎，台湾诶人口有两百五十四万五千七百三十四个哦。伫一八九六年，哇，迄阵啊，就挂日本已经一当啊，然后台湾诶人口吼两百五十七万多加三万人啊，无。即著是迄阵啊，下关教育签诶所在，叫做风环楼，伫下关。 即个下关的凤凰路，自从签了下关条约了，就变纪念馆。所有的条约吼签完了，迄个条约的名拢叫做迄个城市嘅条约。啊，签的所在拢会变做纪念馆。就干阿即嘛，伫开罗，连开罗先言讲的所在，迄、那个开罗饭店遐嘛变做博物馆。波茨坦伫波茨坦签的迄个旅社嘛变做博物馆。 连破自然、先岩遐都变做博物馆了。何况是雕玉。即个一八九六年到九七年诶时阵吼，日本从千国人赶出台湾咯。九六年诶时阵吼，乞丐、罗汉卡无大诶所在，拢驱逐出境。哇！虾物罗汉卡啊？哇！拢赶倒去中国啊！九七年诶时阵吼，台湾诶居民哦。 分线处理，处理的手续吼、哦、有六条的规定哦，其中两条吼，第一条伊讲吼，在五月初八进前啊未退出台湾的吼、哦，甲配合的，无大的所在，根据下关条约，看作台湾的居民，啊，就是日本的市民，有啊，第五条伊搁规定哦，若无愿意做我日本市民呢？ 居民哦，将户口顶头甲剔除，另外识破登记做外国人无户籍，所以阵仔户口真清楚啊。日本人做户口真认真，因户口簿顶头吼、哦，若是吉纳人，伊会写清哦，清国人哦，即、啊清,啊、清，伊袂写福建，而是客家人、广东人，袂广东人。 广跟福，迄是代表你会晓讲福建话、福州话、啊广东话、客家话，叫做福广哦。啊，这丰环楼啊，已经成做纪念馆了，往日清江和纪念馆。所以啊，闽南人讲咱台湾人是安怎无情无义啊，因为男无情，女无义嘛，对吧？ 吉他人常后讲情、讲义、讲关系，没有关系就有关系，哦，唔久啊，讲情、讲义、讲遐多都无效，他们没有爱。吉他人没有爱哦，你不要以为他讲很多情、讲很多义，他没有爱哈、哦，所以他们现在哈、哦、叫太太叫什么？叫爱人，叫老公叫爱人。 这个原因呢，因为他们没有爱，他们爱哈，就算有爱，也没有心了哇，他们现在哈爱是没有心的哈，所以他们叫爱人呢，爱人都是爱假的，因為他们只有情跟义而已。啊，咱台湾人呢，虽然没有情没有义，我们有爱，哦，咱有爱，咱叫咱的太太、咱的先生，叫做牵手，对吧？牵手。 连一点暧昧都没有，很自然。中文字吼、哦，伊的文化吼、哦，实在是足困难的。伊虽然只会看到咱看出来伊的文化，伊吼、哦、没有文字，没有字母啦，没有固定的书写模式。你为左边下来，为正边下来，为顶头下来，拢会使。 伊个语音哦、喔、是分离的，字甲音是无共的、喔，所以拢爱靠记忆来联合，所以吼伊个知识无法建立，所以因拢爱靠啥？爱靠辈分，因为辈分哦一代传一代啊，传到第三代就毋是辈分，就无分去啊，吼，所以吼、喔、爱了解，几那人就是即个样，因啊无法度通知识，无法度通传承。 因为伊的文字足困难的，即鲁迅伊讲吼，不会中文的方块字啊，不能救中国。中国人被困在方块字里面，所以今嘛嘛咧改进，简化字，即个原因。即汉字吼相对问题吼，就是学习不易，足歹学。你自细汉吼，干呐也要抄抄写写了，拢咧造字造词啊，为 幼幼稚园就开始学，学到大学，袂晓念诗，袂晓做诗，对无？甲你教,教，甲你英文，从幼稚园甲你教到大学，幼诶英文嘛袂晓讲。所以吼，现在人因咧教吼、哦，文盲啊占一大票。虽然啊，你大学毕业吼，你捌听一个读高中毕业的，竟然是文盲个无？ 捌听即、這个即、這个新闻无？一个讲咧网开，叫警察抓伊讲袂晓签名啦。结果是高中毕业诶，看可怜，即、這個、就是中国诶教育。即、這、吼、個哦，中国吼、哦，伊诶文理啊，文理是对文理都有毒啊、哦。恁无法噶，因为恁用几十了十等啊，恁无感觉这是毒。 因为你们已经百毒不侵了，哦，这所有啊，跟女孩子在一起都不好，这是中国的伦理。唯一一个比较好的是跟小朋友在一起才比较好。你如果跟男的在一起哦也不好，为什么？跟男的在一起会通奸很多女人在一起哦会奸的，女人呢？ 如果哈跟，诶、欸、跟人家结婚了，就是昏了头了，有没有？呃，女人太干了就变尖的了，又一个女人叫奴了，卑了、疲了、废了、歪了，无一厘好字哦。因为早人哦，伫中国做无记得嘞，因为早人哦，伫中国里底拢有毒嘅。 所以吼、哦，甲老人斗阵吼拢歹，唯一的讲甲小朋友在一起才是好，安尼会好吗？两败俱利哦，没有一个字是好的。女孩子啊，讲要越少越妙啊！阿你个想，啊女孩子少，男人就少了、啊。 这很很简单的道理啊，怎么会女孩子越少越妙呢？这很奇怪哈、哦。文字啊，应该写中性哎。那大家讲哦，这字也拢唔好，那字也拢好，这错误的哈、啊。啊，英拢跟你讲咯，早人哦、啊、爱嫁鸡随鸡的，嫁狗随狗，看你偌可怜，刚才说嫁鸡跟狗而啊，啊，英跟你叫阿诺。 基人呐，浊啊，见基啊，贱内呐，糟糠哦、喔那個，这里想买听糟糠，糟糠就是安那，做烧酒了要掉雕，遐叫做糟糠啊。所以今仔人哦、啊，对糟人无甚物地位啦。因讲丈夫啊，甚么叫做丈夫？伫一丈之内才是你的丈夫啊。超过一丈哦、啊，个不是你那个、啊，你知不知？糟人啊。 大户人家讲哦，这大门不出，二门不迈，甲恁关来对，搁爱绑脚哦，对吧？爱绑绑小脚，三寸金莲，哎，所以吼、哦，钱能看对着人看偌可恶个，钱浪个问题哦，港一卖哦，足侪，即十一年哦，我一个个查起来哦，每一年拢超过一百里。 哦，你若咧讲讲吼，这里“西”吼，你人毋知你咧讲倒一字“西”啊？你爱要解释？解释讲哦，送往西天的“西”啊、這個。啊，这啊，利、机、遇，你拢爱个解释？解释讲，我咧讲的是倒一字。所以吼、哦，其他吼、哦，几十字的，佫佫较侪哦。这是超过一百字的，就十字字哦。所以吼、哦。 钱那人哦，文字足歹学的。啊，全世界上好学的是啥？英语。英语吼，足简单，二十六字尔。吼、哦，那拆开每一字我拢白，对毋？对？足简单，对毋？对？所以吼，阿爸学英语，知无？二十六字尔，看安那记拢足好记的。多边、多边胖、加边胖吼、哦，二十六字尔，所以足简单嘞。 啊！迄是因为咱就细汉吼拢无英语嘛，敢若来二十六字学煞了，过来就袂晓讲啊。足简单，后摆较熟讲个着会晓，啊，对无？啊！即咱台湾话，咱台语吼会当用即八音甲带过，去，倒八音？即八种动物，叫做狮虎、八比、狗狗、象鹿，即就是咱台语吼会使带到八音。所以咱台语咧讲话吼足好听，因为咱台语有八音嘛。 背音吼、哦，会当为哆来咪发唆拉西哆唱背音，就是这个原因，有无？所以咱台湾话吼，台湾台语咧唱唱歌好听的原因在这。啊，若其他人诶，其他人叫做五音不全嘛，对吧？因为他们五个音有一个半音嘛，轻音嘛，所以有这四音半嘛，所以他们叫做五音不全。哦，即咱台湾话安怎讲？阿香,阿香啊，甲阿芳啊。 去香港买香真香,對、欸香，对吧？哎，阿香啊，嘛会使阿香啊，拢会使对不？不过你若用闽南话讲，安怎阿香和阿香去香港买的香很香，通通香，对不对？所以哦，因没有什么上下音调，因为音拍，因为歌、拍听的原因在遮。即吼，在一九五二年的时候。 日本的音乐学者吼，黑泽隆朝，从布隆族的祈布隆族个祈祷小蜜蜂歌這首歌吼，即条歌啊，寄去哦联合国，联合国遐个音乐学者哦，就听了惊一跳个，讲哦，那有可能？迄是土著呢，番呢？那有可能有法度进步，到即八部合音？因讲因西方个世界吼，是为单音、双音发展为合音哦。 啊，那哦，这个翻吼有法度唱八部合音，所以啊，应该写这历史。所以哦、啊，您查一下《布龙组、哦》哦，八部合音，你谷歌甲拍一下哦，八部合音的话，唱给恁听，足好听。啊，其实哦、啊，咱台湾哦、啊，拢总共有二十八作。这二十八作吼、哦，唔是我胡乱编的哦。 这是拢所有拢有族名哦。啊，中华民国流邦政府伊拢甲你讲啊，咱台湾拢总有十四族。其实若要算,算族吼，因算个上大迄种，伊拢无算。倒一种不满足吼，拢无咧算。每一个人都不满足，所以迄种拢无算。其实咱台湾较早二十八族，哦，为只开始吼，马赛、巴赛、古伦。 塞夏、塞德克、道卡斯、巴扎海、邵族、巴布拉、马布拉、普弄、洪雅、邹族、喜拉雅、卢凯、马卡道、排湾、达乌，雅美、卢卡斯、卑南、阿美、沙奇莱雅，泰鲁格、豪豪族、卡玛兰、泰雅族，我再弄弄二十八种啊。 真侪族吼已经无啊。因为即个达悟族已经并入去雅美族啊，啊，即、这个斯卡罗族嘛并入去卑南族，啊，即、这个虎虎族吼、哦、剩百的的外个款，咱两百个左右个款，所以真侪族吼已经无啊。不过名拢阿伫在，啊，这就是咱台湾人的高山军啊，咱高山军作用的哦。 哪用全世界吼、哦，拢知影咱高射 g 作用啊！美国嘛毋敢甲咱战。中国嘛英九吼，著是吼对即个讲伊讲我把你当人看，著、就是这個，因为伊是猪嘛，对记对？对吧？伊是猪，所以他会把我们当人看。 即迄阵啊，高山军哦，咧选诶阵啊，日本人作定真诶，因咧选兵啊，哎安尼，身悬体重啊，哎有法度徛诶，安尼有法度平衡啊。因为啊，要招六千个，结果有二十万人去应征啊。安怎讲？因为做兵迄阵啊，台务足好诶。哦，迄阵啊，做兵会当做兵哦，做日本兵台务上好诶。所以咧，选兵哦。 严格，所以国军作用诶，著是伫遮，因为拢经常定制诶嘛。所以咱台湾人吼，拍赢美国人吼，拢总有六摆呢。恁可能拢毋知影吼，即、這个啊，南夹之盟、个珍珠港、克拉克空军基地、韩战、越战、法里战，即六摆战争吼，拢咱台湾人过赢美国人。 咱台湾人拍赢美国吼，所以美国人足清楚的，因足对咱台湾人足了解，所以迄阵仔要拍日本的时阵哦，人过台湾无去拍奥金啊哇！台湾甲人过，因为惊台湾人啦。安、啊、怎惊？因为伫即南夹之盟吼，恁 google 吼，甲 google 一下，就知影南夹之盟啊。迄阵仔美国派两台的军舰。 一百八十亿的海军陆战队来台湾拍台湾族，向台湾族宣战。结果呢？战书汝八听海海军陆战队，美国海军陆战队战书无毋捌对毋对？哦，去偷一遍战書,書,、哦、书，咱台湾兵，台湾的台湾族伊战书了哦，爱安怎？战书？汝讲小阵战书了哦，爱签调用呢？ 国家甲国家战争了，要签条约，签条约就是国家。哦。所以迄阵啊，台湾族毋是国家，所以要签南夹之盟。即、这个南夹之盟哦、啊，还佫藏伫个美国的国会哦。是安以爱签南夹之盟，就是美国建树嘛。建树了吼，台湾族规定因下摆，若恁船吼，如果,如果有发生海难， 爱举红旗，袂使举白旗哦，白旗是投降哦。哦，爱举红旗，表示恁是海难，安尼阮台湾族才袂阁甲恁刣，哦安尼尔。啊，美国原来有要求，美国讲吼，啊无恁安尼拨一块土地，给阮起灯塔，安尼阮后摆就袂发生传传染，有无？有看迄灯塔，就袂发生传染啊。所以吼、哦，肯定的迄个鹅卵石灯塔，哦，就是。 南迦之盟的时阵去的，哎，恁查一下，鹅卵鼻灯塔哦，业名是安叫做鹅卵鼻，你知道嗎？因为鹅卵吼是鹅卵鼻遐有一粒石头，海边有一粒石头啊，迄块石头哦，做鹅卵的。你台湾族的外来对鹅卵的艺术就是风环啊。啊，迄块石头哦，做峰环石啊，哎，所以以下哦做鹅卵鼻，因为比较突出的地方嘛。 叫俄卵比，哎，唔是因为你遐是俄生的蛋，啊不是哈，啊南岬之盟啊，都是因为安尼签的，哦、啊，海军陆战队一百八十亿的拍输咱台湾台湾组的，啊第二摆拍输呢，美国第二摆拍输是伫咧第二次世界大战哦，日本向美国宣战，宣战头一天就去甲轰炸珍珠港啊，所以吼。啊 美国讲你这样不合规定、不合战争法，你偷袭我珍珠港，不？啊？人日本讲毋是哦、喔，我是起始我有甲你宣战哦，哦，啊，第二天呢，第一天讲珍珠港拍到东多西歪对不对？迄就是咱台湾的神风特工队去炸，对不对？神风特工队吼去炸珍珠港，就是咱阿咱台湾的嘛，对不對？啊，克拉克空军基地。 第二天，宣战了。第二天，原来咱台湾军去夹将这个克拉克空军基地吼、哦，甲歼灭。麦克阿瑟说吼，伫咧空军基地啊，伫咧克拉克空军基地做指挥官。咱空军去甲炸了啊，去甲歼灭了啊。麦克阿瑟讲，问伊个部下，讲这飞机为佗来？那有可能我伫咧。 菲律宾这远啊，还够有人有炸我诶。岛，结果伊诶步下吼，地图一就变开，啊，沿街一个位落，台湾、台南诶空军吼来甲轰炸，所以吼，这是咱第三摆吼，拍赢美国，你知毋知？美国吼，互咱拍甲东倒西歪啊，啊，这有相片哦，这吼，这就是迄阵啊，南下之梦有无？ 这是为刀的啦！即美国人为诶刀，海军陆战队一百八十亿的因提枪哦，搁大炮去拍台湾族的，结果去互台湾族甲诶甲拍一个东倒西歪，伊的副舰长哦拍一个倒入伊目睭青啊按遮宣布撤军，撤军了就输啊嘛！你共宣战了搁撤军，当然是输嘛！即台湾族的。 勇士哦，因出世的时阵吼，伊的老爸啊，就会给因准备一支刀。哦，这是排湾族的因的风俗啦。出世的时阵，伊就给伊传刀啊。这排湾族的勇士哦，因的勇士头目吼，对这看，因插的这个是雄鹰的羽毛，穿的衫是云豹，云豹的皮哦、喔。 头壳这样是太阳纹哦，下面有个太阳纹。较早太平洋有一个太阳帝国有有，即、這个太阳帝国已经不存在了啦。不过哦，咱台湾即个番哦，拢还佫会记，还记、那個、还记迄个太阳帝国。啊這有有，这刀鞘哦，顶头哦，这样，这拢头毛啊，这是出草的时分哦。下面有个出草，就是斩龙头嘿。 春来，这头门啊，就摆个只做装饰。这就是埃菲尔灯塔哦，哦，起起来，这叫英，拜托英国的建筑师来起的哦，所以起起来绝对无像中国起的哦。啊，这是珍珠港有无？拍甲东倒西歪有无？这咱的神风特工队甲载的无？这个神风特工队队员，这咱台湾的哦。 伊叫做刘志宏，伊日本名叫做全诶全川正宏，哇！啊，这是克拉克空军基地，互咱甲歼灭了的相片。哦，伊问伊的伯父讲，啊，这飞机飞倒来，就是咱台湾去甲炸的。哦，哇，这地图一个围起来吼，延、哦、伸一个围起，来，敢若台湾拍伊的掉呢？ 啊！伫在第四战吼是罕见的顺，罕见的顺吼，因吉纳人吼用人海战术。啊，吉纳人那会跟咱台湾人有关系，其实是无关系啦。不过吼，伫在汉战爆发的顺吼，共产党真侪高层的人讲，袂使出兵啊，因为咱经过遮侪年战争吼。 已经国贫民穷，袂使阁拍，阁拍落来会倒去，倒翘翘。毋过吼，毛泽东吼，找周恩来来。伊讲，导导咱共产党诶吼，即国民党诶军队啊，有几百万呢。啊，遮人若造反，咱要安怎？拄啊好，汗钱不发，甲送去遐做炮灰，对毋对？ 所以咱台湾人是去做炮灰个，炮灰了后呢，百万一百万的人去啊，剩两万几人倒来个，遮个拢做战俘。啊，美国吼，互因战俘啊，有选择的权利哦。伊讲恁战俘啊，是要等于中国，还是要投奔自由？吼，迄阵啊，三分之二拢要投奔自由了，拢来台湾，遐拢变农民啊。 拢变异士有无？啊，当去中国的吼、喔，拢去要上因劳改营。所以吼、喔，共产党哪有可能留你反叛人？反叛的人无可能会留的啊。啊，这是伫咧越战的时阵有无？越战的时阵吼、喔，嗯，越战甲咱台湾人哪有关系？其实吼、喔，有哪有关系？越战的时阵吼、喔，美国嘛怕输呢。 哦，你知影，越战越路人啊，迄电影阿捌看，即、这个著是越南的国父，即、这个号做胡志明，其实的正名号做胡志章。啊，这个胡志章吼、哦，伊是咱台湾人，台湾吼、哦、派去日本人派伊去做翻译官，啊，结果做翻译的时阵吼，伊加入共产党，伊加入共产党了吼、哦。 将台湾所有的资料总个废掉，无、哦？伊这是从军嘅时阵做翻译，无？新的出身的胡胡志忠，伊是伫喺新的咱新竹州出世嘅，吼、哦，伫喺东螺，因住东伊是为着台湾吼、哦、拓殖知识会社工做工会去遐做翻译官。 啊，尾啊吼，加入共产党，台湾的共产党哦，咱较早台湾哦，共产党哦，怎会变做伊呢？即就是因为吼，即个阮爱国啦。即、這个阮爱国哦，本来是伫个苏俄咧训练的，欲做越南的领导人啊，就是书记啊。结果伫苏俄咧训练的时阵哦，煞破病死。 化病死了吼，伊的名本来有做阮爱国，所以找即个胡吉章吼代替伊，因为因两个生做介同款，不过胡吉章吼较少年十一岁个款，为倒会看出来呢，为即 <music> 个特征吼，胡吉章吼的圆啊，即、這个伊的特征是正。 阮爱国的耳啊，甲伊完全拢无共款。啊，即、这个胡继章哦，是伊的孙仔吼，后来才找出来。这您得上上网、哦，吼，您只要打胡继章、哦，吼，上网查一下，也都查得到他的资料。啊，故事吼、哦，为这开始，为这开始啥？咱会来这上课的原因是啥？就是吼、哦。 咱台湾人第六摆占领美国，就是即个法律战。咱秘书长吼，伫咧两千零六年诶时阵啊，过美国了，带遮个人啊，去过美国，遮、這个人去旁听啊。啊，秘书长无当去过，秘书长是伫咧台湾啊。哦，伊委托律师过。去伫咧即个暗号吼，阿个伫遮。 这是去告美国的时阵吼，即个人去旁听。告完了吼，因为经过十二次的最高法院判决，最后他判决怎样？第一个，他说六十四年来吼，本土的台湾人无国籍，因为伊迄阵也是两千零九年迄阵判过来，所以是六十四年。啊，即摆已经经过五年啊嘛，所以啊，六十九年来啊。 六十九年来，本土的台湾人无国籍，即是头一点。无家己的政府，至今啊，还阁生活伫个政治个领域当中，生活伫个美军个占领下。行政单位哦、啊，爱主动协助即个家己国的人啊，哎啊达成伊个愿望，伊个诉求啊，啥物诉求？爱恢复国籍啊！ 爱成立家己的政府啊！爱脱离这個政治联结啊！爱遵照旧金山和平条约来行，哦，就是即五点判决。安尼，咱就战胜美国，这就是咱台湾人用的所在，对无？全世界要拍赢美国的无几个国家呢？干咱日本尔呢？知毋知，咱是安怎战术？因为两粒脏弹。什么叫做脏弹？脏弹就是原子弹嘛。 用原子弹是违反国际法的哦，违反战争法。原子弹就是化学战，即摆全世界来用化学战吼，这是违反战争法的。所以啊，伊投原子弹，这是违反战争法的。这吼，咱逐家拢了解，日本这个民族吼因是无咧讲白贼话哦，对毋对？ 无像系吉纳人啊，钱纳人一日干拢咧讲白贼话啊，所以因无感觉因咧讲白贼话啊，因讲白贼话面拢袂红，血压拢袂加悬，所以因讲白贼话足正常诶。啊，若测谎器吼，对因来讲无啥效，哦，所以全世界吼、哦，甲因无共款诶所在伫遮。人全世界嘛足少有民族讲拢咧说谎诶，哦，敢若钱纳人俩。 在日本的战争史内底，吼，因无涂层的的文化、喔。因日本来咧战争哦，是拢武士咧战争哦、喔，甲人民是无关系哦、喔，对不？人民吼，共款咧做事。战争是武士的代志，城内底是带武士哦、喔，一般人是无带伫城内底哦。啊，那吉乃人无共，吉乃人吼，带伫个城内底，所以若要。 改变你啊！要把你诶国占落，就爱先把你诶人杀掉。所以这是钱南的文化。钱南的文化吼、哦，因吼安怎？每占一声，就给你杀人灭口，太好打。所以吼、哦，因诶历史来底吼写遮多，什物扬州十日啊？你只要谷歌一下吼、哦，谷歌很方便。 即嘛吼，包括者南京之徒、无锡之徒、海宁之徒、厦门之徒、南雄之徒、广州之徒、四川之徒、嘉义之徒，拢是中国的历史。因哦，欲做国家，要成抬人头，所以哦，因足后生啊，安怎啊应付一台啊？对不对？所以因即嘛生一个伤多去啊，安怎？因为因即嘛无咧抬人啊，因即嘛国家吼、哦。 做王就会使，闽台人啊。所以吼、哦，人口真会伤多啊。即马有十六亿左右啊嘛。啊，十六亿，你知影哦？毛泽东偌痛苦，你知无？邓小平偌痛苦，你知无？因为十几亿人哦，天一个光，喙一个半开，就要食饭啊。共产党啊呐，因讲吼有饭大家吃嘛。所以吼、哦，因等着吃饭呐、啊。喙是天一个光。 吹到八开，咱要食饭呐，所以吼、哦，毛泽东很痛苦。啊。一日到晚拢想讲美国啊，种黄豆啊来卖我卖我食。所以美国吼、哦，巴西啊，因即马种足济黄豆个，拢来销中国食。安、啊、怎？太济人个。中国你甲想啦，每一工敢若用猪啊，因为用猪个嘛，你甲想一工爱用几上猪。 所以中国人吼、哦、做猪吼永远做无够，因为猪个会臭腐啊，对所以因的猪吼永远拢做无够，所以吼、哦哦、中国无半棵大树啊，因为拢做猪去啊。因即摆安怎爱规美国进口茶去做猪，中国即摆无半棵大树啊。 除了熊猫咧，别迄几丛，所以吼，咱啊唔通去教人咧姓刺猬兔哦，遮啊遮拢净生啊哦，你唔通搁咧教因生猪啊、生狗、姓鸡啊，你唔通做禽兽啊？哦，咱来、啊啊啊啊啊啊啊哦、改一下，咱做天上的星座，敢毋真好？对嘛？要水瓶座、天蝎座，敢毋好？ 做星座嘛，当做神无够较好，要做禽兽。所以吼，钱啊人伊咧战争啊，拢想杀人。啊，战争个目的是啥？你唔通计是讲战争干为着要杀人呢？毋是呢？战争个目的是要换政府。像美国去拍伊拉克，伊要甲伊个政府换掉。日本要拍美国，宣战的目的是咩 要将你个政府换掉，美国拍日本嘛是即个原因。我要将你个政府换掉，因为你个政府在甲我战争，我甲你的政府换掉。啊，战争个目的著是为着钱啊，为着，要啥？要得钱啊。每一摆战争拢趁足多钱，战赢了拢趁真多钱。所有个战争拢同款，战赢了后拢趁足多钱。哦。 所以吼，美国足爱战争诶。美国自建国以来，逐年拢咧战争，虾物原因？因为每一摆战争拢趁足侪钱，所以美国才会遐大。哦，美国拍赢荷兰，拍赢英国，拍赢西班牙，再吼拍赢日本，每拍一摆赢，伊就趁足侪钱，所以美国会遐大诶原因就遮。啊，要战争战争吼。 战争哦、喔，要先宣战呢。战争法律这规定啊，要战争之前要先宣战哦、喔。你袂当讲啊，无宣战就去共拍哦。你若无宣战就去共拍，迄号做，迄号做恐怖组织，迄号做海盗诶行为，对吧？因为不光明，不光明磊落。啊，你战争了，戰書的那战输诶伊也政府哦、喔，会是多亡啊。 都忙去外国啊，都忙去别的国家，都叫做流氓政府、哦、啊。吼啊流氓政府吼、哦，要安怎合法？足简单啊！流氓政府若转去家己个土地，就合法啊，就袂流氓啊嘛，对无？就敢若难民个款，你若难民，当你伫家己的国土，就袂叫做难民啊。吼、哦、对。无？啊，战输了即系战俘啊，嘛是有人权哦。 即全世界吼，拢讲人权咯、哦。就算你关伫咧家家家内，你系犯人，你嘛有人权咯、哦。哦，迄个人权是被线索尔。伫一战争诶，战争法咯、哦，咱秘书长啊，就是因为研究即部战争法，才告赢美国诶。啊，战争法吼，其实你毋通讲来册店诶吼，抑是讲来图书馆诶，要甲借即本战争法诶册。 战争法无错哈，战争法吼是即五种个法律来做综合起来。第一种个法律是啥？海牙第四公约，即拢咧讲战争个代志。哦，即都有得查、哦，海牙第四公约即都有使查。Google 都有啊。啊，过来第二种就是和平公约，你内话和平公约。第三种《红十红十字会总章程》有关战争个部分。 个美国陆军总史野战手册，伊顶头三千多条，谁阿爱做？因为美国常用。谁阿？即马全世界吼，来战争拢用海军陆战队。海军哦、啊，伊作用的原因就怎、是、样？海军包括有舰、有空军，还有陆军，海军陆战队嘛。所以吼，一般若要战争，拢海军。中华民国即记，流忘记喎？ 这个十二道星光芒，这个啊，这个本来是中华民国流政府的王政为海军军旗，哦，所以要战争拢用海军陆战队。啊，这的五种法律吼、哦、构成战争法，所以啊，这你要落研究啊，哦，毋是讲摕即本战争法来参考，是要研究这个法律来综合起来才有这战争法。 啊，战争法吼、哦，其实吼、哦，你若讲讲战争法，全世界无几个要相信的。那有啥物战争法？啊，其实即个法律就是构成战争法。啊，那讲着战争吼、哦，有一个令人很尴尬的事情，就是吼、哦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阵吼，支那并不是干那一个政府哦，你拢叫是讲干那国民党政府哦，中华民国、哦、不对啊。 迄阵仔市呐拢总有四个政府、欸，哎，头一个政府，好在啥？重庆的国民政府有无？著、就是国民党诶啦，啊，这個、延安呢，著、就是共产党的嘛。国民党跟共产党哦、喔，对日本、跟德国、跟意大利宣战。啊，毋过啊，汪精卫政府。 啊！甲溥仪个满洲国政府，伊是对美国、甲中国，嘿，唔，即个啊，南京政府啊，是对美国宣战的。哦。苏英嘛是同盟国，伊是对英美苏宣战的。哦。所以啊，全世界吼，拢毋知影你中国人甲谁咧战争嘞？以恁一半政府甲同盟国战争，啊，一半政府甲轴心国。 战争，所以吼、哦，全世界拢无承认你中国甲相战争啊。所以日本讲吼，我进出中国哦，伊毋是侵略中国哦，你不要搞错，伊是干哪进出中国尔吼。伊无中，伊无甲中国战争哦，伊战争爱宣战，对嘛？啊，迄阵啊，中国、敢美国、中国四个政府嘛，所以伊袂当宣战。 啊！伊是安怎袂当选择，因为伊啊，还佫伫个乱诶当中嘛，还佫四个政府嘛。啊，清国吼、哦，就是去互中华民国继承去嘛。清国伫个一八六四年吼、哦，一八月三十啊，拜托美国即个丁韪良，即、這个是传教士，翻译万国公法。翻完了后、哦、吼，清国人伊就了解万国公法啦。 一个了解《万国公法》，伊就知影会晓法律，就会晓保护伊啊嘛。因为吼，法律是保护不法律的人。吼、哦、伫一一八七五年吼，秘鲁啊，佮李鸿章要签即个《建交公报》的时阵啊，李鸿章讲吼：“，恁秘鲁啊，得苦毒阮钱那的的人啊。” 所以啊，要签条约之前啊，伊特别提起哦，钱南人是清国个百姓，恁咧欺负阮，这是万国公法所无允准个哦。所以迄阵啊，李鸿章伊就知影万国公法啊，所以才有法度对下关条约、割台湾、甲配湖、永久互日本帝皇，就是用这個万国公法。 啊，台湾迄个阿伯阿浪讲迄个无，迄、那个秋风假，迄、那、著、個、是毋捌万国讲法，即系讲吼，讲千国啊，伊的迄个重臣啊，可以割让领土给迄个宰相尔，都有法度割让领土啊，啊，孤臣难回天，无著、就是即个原因，因为秋风假因迄个阿伯阿浪讲迄个毋捌万国讲法。 啊，李鸿章伊会捌办国公法，所以伊有法度代表全国诶皇帝挂台湾批哦，日本铁笼，这著是万国公法。即马拢已经成做国际化咯。哦，咱即个基本诶观念咱也知影，啥物基本诶观念？哦，这法是保护不法律诶，万国公法，全国人物，所以啊，全国袂灭国、哦。 中原的人、河南人、汉人、客家人、广东人，这些拢已经灭国去啊，因为因毋捌办国公法。啊，中国人因为捌办公法，所以伊去由中华民国继承去，好无？啊，现在人上爱甲咱讲啥讲哦，我们要以历史为鉴，结果咧，因的历史拢写假，对毋对？ 前、哦、啊，人嘅历史历史吼，唔捌就系真嘅。啊，历史嘅目的是要啥？就是要鉴往开来啊！啊你都在下，你若拢咧写假，你有法度能鉴察以往，开创未来？所以你咧写历史，那是写假，早晚拢会灭亡，无法度开创未来嘛。没有未来，那当然就灭亡啦。所以吼、哦。 你能给人干呐？最好在成吉思汗，知道吗？记得成吉思汗你明白不？其实伊个真名哦，在成吉思啦。汉吼是大王的称呼，尊称啊，皇帝大汉有无？伊甲你亲略啊，伊甲你灭国啊，你可叫伊大汉？有 伊个叫太祖，其实字呐吼伊的土地敢若安尼尔，真正的吼，即蒙古个土地哇，伊拢叫匈奴啊。其实匈奴，我呾包含双五人啊，鲜卑啦，哦，遮个即拢四周围拢番啊。字呐敢若遮安尼尔，楚河汉界哇。 楚汉相争就是这，啊，甲咱骗讲吼，这个拢是因的国家、喔。恁吼，伫网络顶头小查者，什么？下面有句：“哀伤之后无中国，灭亡之后无华夏，满清之后没有汉族了、啊，文革之后没有信仰，改革之后没有道德。喔”哦，这段通怎样？文革之后没有信仰。 所以，吉啊、哦，人吼，因是无信用的哦。无信用的国家吼，非常的可怕，因为吼、哦，因什物拢毋惊，因连神都毋惊。啊，若一个民族吼、哦，什物拢毋惊哦，迄、那、号、個、最可怕，叫、那、做、個、愚蠢。知道？即条歌吼、哦，伊、嗯、啊，拢嘛甲咱教。我会考到几点？ 十点哦、喔，安尼时间已经超过了、喔。吼，咱啊这条歌嘛，足好听對對，点没有，万里长城万里长，长城外面是故乡。高粱肥，大豆香，遍地黄金烧在阳。我听吼、喔。 不过這也你，这嘛，给您骗几落十单，啊。您嘛毋知影，万里长城万里长，长城外面是故乡，啊。您的故乡在长城外面哈，啊您是虾物人？啊伊哋给您讲，您是汉人。啊你。您骗几落十单，您嘛无感觉啊？您嘛讲我是汉人，真正是足愚蠢呢。哦，啊咱今日时间吼，十点啊吼，谢谢。 各位同学，我们下课休息十分钟。好，下课休息十分钟。